在我的世界里，虽然可以借机弱化农场、村民交易市场等建筑，让世界看起来热热闹闹，但玩家却始终只有自己，总会感觉有点孤单。为什么不去交个朋友呢？ Romas 模组就在各个群系中添加了不同的人种，你们可以通过赠送食物或礼物成为朋友，等关系变好后，他就可以陪你一起冒险啦，一起砍树、狩猎，还能建房子，就像星际穿越里的机器人一样，能在没人的时候给你陪伴，甚至还能结婚生子。当你们的关系到达等级后，去路边采朵小花送给他，他就可以从朋友变成恋人啦。另外提示一下，模组并不能识别真实玩家的性别，所以如果手滑送给了同性，也可以查出来是个手滑哦。那么之后呢，你们会生一个小孩，然后你可以教他如何种田、如何狩猎、如何钓鱼、如何烹饪等各项技能都解锁后，你的孩子也可以成为得力的助手。这样的模组你喜欢吗？快去试试吧。啵啵啵。